师姐，车来了，帮我拿这两箱。哦，人还有10分钟到，资料发给他们。 我觉得还是冒险了。张总都打包票了，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西姐，这是？蜂鸣声、鸟叫声，这些都属于白噪音，可以过滤人大脑当中的噪音，而且使人更集中注意力。以噪制噪。 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？比如呢？拥抱风险，不是你的风格。没有高风险，哪来的高收益啊？你选华生作为这次发布会的指定翻译公司，不是偶然。 我需要一个理由。我想知道，8年过去了，有些人会不会后悔？ 要不我来定。你不行。你确定你真心？嗯。肖总。 华生林夕，前来报道。肖总您好，萌萌，欢迎诸位来到语义天下的新品发布会。这次发布会要推出的是翻译机1.0新品，您可以尽情试用，感受科技带来的便捷。 Welcome to Yuyi's new product launch. Try out our newly released Yuyi Translator version 1.0 and enjoy the convenience of technology. 这是Yuyi产品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，我不希望有任何闪失。但我认为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远不如一台机器可靠。你觉得呢？
如果你也是机器，那么机器和机器对话肯定是准确无误的。但您是人，那么今晚您将做的必然是一番情感充沛、热血激昂的发言。情绪、情感、情怀，这是机器和人工智能很难翻译出来的，但我可以。你总结很自信啊。肖总可以根据资料里面的内容随意考核。于毅在众多专业系统中着力最多的领域是哪一个？肖总，这个问题不在你给我们的资料里面。肖总，您这是在给我挖坑呢。语义着力最大的领域不是一个，而是四个：经贸、建筑、IT、医疗。您将语音识别、机器翻译、语音合成等技术融合在一起，并通过深度学习不断的优化，使系统愈加的智能，近乎完美。不知道我的考核过关了吗？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确定是初次见面？林总监，很像我一位旧友。林夕，你的老毛病好久都没有。没事没事。一个土方，不妨试一下。一边喝水，一边鞠躬，能有效的抑制打嗝。哪儿听来的方子，能有用吗？一个老朋友告诉我的。不用了，夕姐，你要不试试吧？快来不及了。还有两分钟，大会就要开始。肖总，厉害啊！林总监才厉害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进场吧。谢谢。一紧张就打嗝的老毛病很久没犯了。他故意的，想让我当众出丑。看出来了，老肖这次来的不善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后悔吗？当初把人家甩了，现在人家今非昔比了。也是逆境欢笑。你的前女友真的很优秀，值得我们为她冒险。冒昧的问一句啊，你们当初为什么分手？你可真冒昧。你觉得呢？他觉得自己配不上你，他觉得我配不上他，所以你今天这出是为了衣锦还乡报复他。